叶主任，神外崔主任给我们手术室打电话，说下午3点有一个病人要做巴比妥诱导昏迷，问你有没有时间去。嗯，好，跟他说，我会准时到。好嘞。嗯哼。白六芳，你找我？你小子找我，肯定没什么好事。白一鸣，来来来。 院长，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哟，赶最近忙，给你加餐补一补。你要是把食堂的小炒拿来，你说这话我还信啊。但是这可是院门口的葱烧海参，肯定有事儿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你要是个女的，我一定娶你。心脏中心新来的唐主任。啊，就是你那前女友，全院人都知道了。怎么了？ 你看这个，他手下4个男医生，齐刷刷写了专组报告，都不要跟他一个组。这心脏外科啊，最看重的就是团队合作。他们这是要釜底抽薪啊。现在他在心外啊，就是个光杆司令。我想他在手术室里，至少有一个靠得住的盟友。我呀。 刘芳，嗯，你也知道，我这人啊，我不愿意掺和院里乱七八糟的事儿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这是雪中送炭。外科治病，麻醉保命。外科医生和麻醉医生本来就是背靠背作战的同袍，在手术室里给他托底，有谁比你更合适？我不行，我不行。我在国外进修的时候，大概是10年前。 当时，在科梅德医疗中心见他第一面，那时候他还是个住院总，但医院里已经有很多人认识他了。第一次见到这么光芒四射的一个女孩子，在手术台上，她一下就把我给征服了。后来我回国了，冷静地想了一下，她天赋比我高，而且一心扑在手术上，这样的女孩不适合当老婆。但是这些年呢？ 我一直在关注他在国外的发展，看到他一步一步成为科梅德中心的外科明星，这证明我的眼光没错。而且我相信，安和心脏中心想更上一层楼，他必不可少。所以啊，为了医院的发展，你帮帮他。你跟我说了这么半天，不还是为了这事儿吗？你看啊，你的故事呢，我也听完了，这饭呢？ 我也没动，我呀一会儿还要去一趟神外那边，我就先走了。唉，3年前你爸的事儿，你可是欠着我一个大人情吧？你可想好了？你确定要打这张牌？唉，我不是没有别的牌可打了吗？我也没什么办法，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麻醉医生，我无能为力啊。 假谦虚，在安和有人不喜欢我刘峰，但绝对没有人不喜欢你叶一鸣。这样，你先别着急拒绝，先再想一想，行不行？只是想想，不是答应啊。哎呀，你最好了。23床确诊马凡6年，主动脉 A 型夹层全主动脉扩张，来做预防性手术。手术分2次，1期先做主动脉根部替换。 置换主动脉瓣，同时替换主动脉弓，2期再做胸腹主动脉替换，这样呢，每次的手术时间短，对病人更安全。现在病人没有疼痛症状，所以呢，我建议让病人先住几天院，把身体调到最佳状态。我说完了。 我选择的是 David 加全组置换。病人洛欣然虽然主动脉瓣有病变，但没有到了非患不可的程度。如果换瓣，他将终身服用抗凝药，对病人将来的生活有一定的影响。David 指的是医生手动修复病人自身的主动脉瓣，把它修复回原本完好的形态。换瓣跟修瓣的区别怎么说呢？就好比你给一个人一把螺丝刀，他可以把旧的门换成新的门，但是只有手艺高超的工匠
才能把一扇旧门修得像新门一样，然后再一次性换掉整个主动脉，因为没有必要分两次手术。病人年轻体健，完全可以耐受全主动脉置换术，而且一次手术更适合他。最重要的是，可以节省手术费。我已经把房子卖了，只要能救我闺女，钱不是问题。鉴于病人近一年内他的病情发展非常迅速，近两天左右手无法举到同等高度，双手用力不均等症状，我认为他需要尽快手术。全主置换是心外最难做的手术，国内能做这样手术的医生也屈指可数。唐医生，为病人考虑，多调养几天没什么不好。再说了，病人没有胸疼症状，干嘛着急做手术啊？主动脉夹层是个不定时炸弹，随时可能破裂，一旦破裂，病人会有生命危险。宋主任，没人有百分百把握它不会破吧？百分百把握没有，不过我愿意做全主动脉置换。欣然，妈，我要唐医生做主刀。咱们再商量商量，还不刚医生都说了，现在不尽快做手术，夹层破裂有生命危险。我不想像爸爸一样。那就这么定了。刘院长，我建议将这台做公开手术，让大家好好跟唐主任学习学习。有问题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做公开手术，没问题。护士长，在病人做术前准备吧。好。欣然，是。手术风险跟术后并发症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如果没有异议的话，就请在那儿签字。唐主任，我现在就我女儿一个亲人了，所以进了手术室，您手里可不是一条命，是两条命。我不知道能不能请求您保证欣然她会没事儿。任何医生都做不了这样的保证，只要是手术就会有风险，更何况是心脏手术，我只能说我尽力。唐主任，叶主任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家属对病人的情况很担心，您能不能稍微的跟他们详细的讲一下？这个手术得十几个小时，他们在外头实在太煎熬了。如果让他完全理解这台手术，需要读8年的医学院，合作10年以上的心外科大夫，所以我有必要费这口舌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就是说。我知道你的意思，你是替病人家属考虑，但是我不是那种说话亲切、做事面面俱到的医生，我是另外一种，让病人活下去的那种。在手术台上，最大程度地展示我的专业性，救病人的命才是对他们负责，其他的，我没有心情顾及。如果没有其他事儿，我去准备手术。别害怕，今年多大了？16岁。啊，行，睡一觉就好了。可以给药了，激素药10毫克，安定10毫克。
病人情况怎么样？颈静脉弄张，面色发黑，血压掉得很快。夹层破了，紧急建立体外循环，循环计时，给肝素，股动脉插管，提刀，必须在5分钟之内建立体外循环，否则病人的脑部会出现不可逆转的损伤。大出血，吸引器，回收血液。2分40秒。找到出血点了，清理它。3分50秒。开体外循环。转机。体外循环建立完毕。4分10秒。4分多钟。我真的不想给他添负担了，死在手术台上也不错啊。开始手术吧。麻醉，今天一定要注意病人的脑保护，注意术后并发症。明白。走之前。冰棒。给我26四分之血管。来，缝合。麻醉，看一下超声。反流量1.8。1.8，没问题。这么小的反流量可以正常生活，算是很理想的结果。这么高一个，只能打排球。可是现在，跑步都跑不了了。有反流就不能跑步了。唐主任，你说什么？已经不能打球了，必须把跑步保住。我要二次休班，尽量减少反流。不，刚才休班的时候，他病变的情况比术前 CT 上显示的要大，而且现在已经没有下针的地方了。再说了，病人现在没有办法再耐受体外循环了。对呀，这么大的手术，这个效果就不错了。咱别轻易求精了，行不行？是啊。我赞同老秦的说法。你们别说话，主刀医生在想办法呢。心脏不停跳，我试着从主动脉外面修复它的形态。怎么修啊？主动脉内腔是圆的，同样周长，圆的面积最大，只要从外面补针，把内腔从圆改成非圆，减少内腔面积，主动脉瓣就有合拢的可能。双头针，4个0的线。现在呢？几乎严丝合缝，0.2反流。外科有个说法，
顶尖的外科医生，手指上长着大脑。在下刀缝针之前呢，脑子里面已经勾勒出器官修复之后的样子，能够最精确地找到位置。我跟病人单独待一会儿。手术很成功，但是术后恢复有几大难关，关关难过。如果没有顽强的求生欲望，很可能闯不过去。那我这么漂亮的手术就白做了。所以我来是要告诉你一个秘密。我八岁那年，我爸爸死于心脏病。他死的时候身边只有我一个人，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没有一个人可以走得很体面。后来我做了医生，救了一个又一个人，也有很多人死在了我的手术台上，但是没有一个人是毫无价值的废物。无论是美丑的、聪明的还是笨的、有钱的还是穷的，每一个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人都有他存在的意义。你就是你妈妈独一无二的女儿，你的生命甚至比她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。所以洛欣然，我要告诉你，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，所以不管你遇到任何的困难，都不应该轻易放弃，明白吗？谢谢。Yes. 喂，好，我马上过来。情况怎么样，主任？唐主任，这是台急诊，我会尽快准备好的。这台手术是我们叶主任主忙，他一会儿就到。好，知道了。江百烈，CT 还有检查结果。患者郑美棠，女，68岁，因车祸入院，神志还算清晰。她自述胸痛、呼吸不畅，从 CT 检查发现主动脉撕裂造成了夹层，其他的检查结果我们还在等。她的位置比较靠上，主动脉瓣应该可以保住，具体情况还得开胸再定。郑美棠是吗？我是唐医生，你的手术我给你做，不用紧张啊。唐医生，嗯，我丈夫他怎么样了？开车的就是他丈夫，颅脑外伤，现在还在省外抢救呢。哦，是这样的，你丈夫现在在神经外科，等一会儿你手术完醒过来，他有什么情况告诉你，好吧？都是我不好，今天他人不舒服，我还让他开车，他早上就说头痛得厉害。出事前他头疼啊，他这几天心口闷，脚上还长了个白斑，也说痛。脚上长了白斑？麻醉来的比外科还晚啊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刚才有点事儿不在科里。郑奶奶，我们开始做麻醉了啊，睡一觉就好了。你等一下，我还有话说。唐医生，替我去看看我丈夫，我不知道他怎么样了，我不能让他一个人啊。
你不用担心，先麻醉好吧，其他交给我们。你放心吧，有什么事儿沈外那边会通知我们的，现在开始麻醉了啊，放松。啊，你们好，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新外的唐佳瑜。我知道你是谁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那我直说了，于江平因为车祸在神外抢救，据说现在已经脱离危险，转回病房了。我们新外有个病人叫郑美堂，是于江平的妻子。据她的描述，我怀疑于江平很可能患有心脏疾病，所以能不能让我给她做一个检查？可以啊，把会诊单给我看一下。没有请会诊，是因为病人跟我这样说，所以没有会诊单你怎么能看我们的病人呢？我们神外自己的病人，我们自己搞的定，请回吧。那能不能？唐主任，我们听说了，你有抢病人的爱好，但这是神外，我们崔主任说不行，就是不行。来让一下，结果对啊，在手术室我看他没反应啊，我以为他不在意呢，没想到他真去了。他这次回来感觉性格越来越怪。你说当年那个绯闻的事儿给他造成了很大的伤害，这一次又见我感觉是过不去。怎么不可能？我今天跟他吃饭就问了几个简单的问题，有没有恋爱，是不是一个人，他一下就不好了。我觉得这些年八成他还是单身。唐主任还单身？肯定是。行了，我要去开会了。你帮我去趟神外，他如果要惹事的话，你跟老崔熟，你帮我拉拉架。千万不能让他知道是我让你帮他，他那次最近呢，知道了反而会不好。好，我正好要去神外做一个巴皮妥诱导昏迷的病人，交给我吧啊。等这个病人啊脑水肿缓解了再唤醒吧，主要是注意护理方面，防止肺部的感染，褥疮。我就是怕这水肿消不下去啊，毕竟病人的基础情况太差了。先这样吧，回去吧。哎，老崔，我还没说完呢。你说。加强护理，防止肺部感染、褥疮。你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刚才不都说过了吗？都啊，我说过了是吧？啊，那说过了，那就没事了，你去吧。怎么回事啊？姐姐，跟着我干什么？我没跟着你，我是来看病人的。你别跟着我啊。唐主任，于江平在特务间那间。唐主任啊，我给病人检查一下。老崔，哎，你怎么还没走？啊，我这不是还没说完呢吗？哦，你说。我是想问问你啊，有没有什么关于帕金森的这个心临床实验？王世增，你原来是为这个事儿啊？你怎么不早说呀？你爸现在情况怎么样了？去年不是在外院做了脑深部磁吸术以后，他就是……别学我爸，这震颤改善了不少，但是走路的姿势还是那样。
得吃药控制。你放心，只要咱们医院有新的临床实验，我绝对第一时间告诉你。谁让咱们俩是哥们儿，对不对？还有，就是除了你和我，医院还有别人知道吗？除了我们家里人，就你和刘峰了。我感动了，你把我当成你的家里人。你放心，我这人历来是守口如瓶，我这嘴……崔主任，啊，来了。黄主任，你怎么又跑到我们神外病房来了？不是跟你说，我们神外病房的病人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这是明知故犯，你知道吗？不行，我今儿必须得给刘副院长打个电话。哎，他又跑到咱们省。别着急，刘副院长现在开会呢。病人是先出现脑梗，才发生车祸的。黄主任，你是不是把顺序给搞错了？病人是先车祸后脑梗，车祸造成骨折，脂肪颗粒进入血液循环，通过胃壁的卵圆孔进入体循环，造成脑梗，再加上颅脑外伤，我可是辛辛苦苦做了5个多小时的手术，才把这个病人的生命给抢救过来。你我清楚啊，是你把顺序搞错了。他的太太郑美堂是我的病人，据她描述，于江平在车祸前几天就出现全身难受，而且头疼非常严重，在车祸当天，他也头疼很厉害，本来不想让他开车的。所以我断定他应该是出现了脑梗才发生了车祸。不管谁先谁后，这个事儿跟你们心外有什么关系吗？我刚才给病人做了心脏检查，发现他心脏上长了一颗肿瘤，大概率应该是粘液瘤。大家也都知道，粘液瘤通常都是良性的，可是粘液瘤的质地非常的易碎，病人每次心脏的跳动都会导致粘液瘤的碎片脱落，脱落下来的是硫酸，跟着血液进入体循环，走到身体的任何一个部分，造成堵塞。所以我认为，现在粘液瘤的碎片堵在脑部，造成了的脑梗，所以是先脑梗，后车祸。唐主任，这是你的猜测而已啊。可以跟你打赌啊，谁赌输了，请对方科室的人喝咖啡。哎，那个跟我打赌？在这儿。真的是九尺粘瘤啊！看见了吧？粘液瘤随时可能再次爆出硫酸，如果二次脑梗塞，病人的存活率就不乐观了。按理来讲，必须尽快手术，但是甚至他刚刚做完颅脑手术，没有办法耐受我们心外必须要上的体外循环，所以他现在的病情是需要尽快手术，可是他的身体不可能尽快手术。你们有什么好的办法吗？唐主任，我们各自想办法啊，我们随时沟通，尽可能保病人，好不好？好，有什么情况随时联系我。你赌输了，明天请我们科室的人喝咖啡，我喝摩卡，双份奶油。没照 B 超之前，你怎么能确定是粘液瘤啊？很简单啊，我之前都遇到过这样的病例，先是手指出现白斑，后来发生脑梗，就是那个病人没有抢救过来，最终死了。所以今天郑伟堂一说，我就怀疑了。不过最终能够确诊，是因为我听到了肿瘤的扑落音。肿瘤扑落音，原来是这样。粘液瘤在心脏跳动的时候会撞击心脏壁发出声音，这你可没告诉老崔。要是告诉老崔，你就骗不着咖啡了。够狡猾的呀，叶主任。我知道今天的急诊夹层都是宋宝德安排的，他派你来神外跟踪我的企图，我没有兴趣知道。但是我想告诉你，你们这么做真的很幼稚。我和宋主任，你误会了。手术室是高危操作，如果对麻醉医生不信任的话，我没有办法安心做好每一台手术。所以今天我会通知你们部门的主任。从今以后，我的手术室你不用来了。可是我主攻的就是心外和神外，尤其是心外。你真的误会了，我和宋主任真的什么事儿都没有。我今天误会和误会不重要，还是小心点比较好。你还是上其他医生的手术吧。还有，请你帮我转达宋宝德，他想怎么做随他的便。
但是不能做任何事情危害到我的病人，这是我的底线。碗里那一颗心撒手。唐主任，该上手术了。啊，知道了，你先去，我马上过来。别躲在无人来访的狭小缝隙，我会守护着你。暴风眼上空的阳光，短暂的惊险和神秘，闭上眼，生命很无力，我们谁都别放弃。像他这样连轴转，我真怕会出事儿。劝他好几次了，让他分病人，别的组也愿意收。不就服个软吗？这几天看起来大家也能够理解，但他就是不听，还让我不能管这事儿。他就是跟宋宝德给杠上了，非赢不可。主任，没事吧？主任，哎，那刘向东说下一台还是夹层，其他手术室不用去了。怎么了？病人送来手术室的路上夹层破了，也没救过来，就差那么几步。这个主动脉夹层真的是分秒必争才行，是可惜。主任，您的手怎么？哦，没事。你回去睡会儿吧，我看您累的，反正现在也没有什么新的病人送过来。那哪行啊，病房还有那么多病人呢。钱老师他们在呢，要真有什么事我再给你打电话呗。那也行，有什么事你给我打电话。放心吧。百炼，哎，叶主任，你们组还有手术啊？暂时没有了。我看唐主任太累了，我让他回去睡会儿。先走了啊。哎。你好，第三诊室。唐佳宇，真的是你？我看括号系统，我还以为是同名的病人呢，怎么来疼痛门诊了？坐吧。我来看手。手？手怎么了？应该是腱鞘炎吧，有点压痛，行动不便。给我打一针封闭吧。打封闭？看看。疼吗？疼。动动，最大啊！你这个过度劳损造成的，热敷，少用手，不用打封闭，过一段时间就好。不行，我今天还有手术，我必须保持手的灵活，必须要打封闭。唐主任，外科医生的手，对外科医生意味着什么？我想不用我说，你应该也很清楚吧。就是为了跟宋宝德赌气，拿自己的手冒险，值得吗？你不会以为我这么做是为了跟宋宝德赌气吧？不然呢？我想不到其他原因。
叶主任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：一个男生从读医学院到作为一个心外科大夫，困难吗？困难。这心外是外科皇冠上的宝石，同类水平呢，在别的科都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，可是到了心外，还在做打杂拉钩，连缝针都轮不上，而且专业难度大，专业培训时间长，使很多人望而却步。你问我这个干嘛？一个男生都这么困难，如果你是一个女生的话，那这个困难的指数是不是应该乘以二倍？不对，应该是三倍。所以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被排挤了。宋宝德这么做不过是这么多年我遇到很多类似的事情重演而已。在科威特实习的时候，所有人都认为我一定会换专业，连跟大家拉个钩都需要挤破头去争取。可是十年以后，我是那儿最出色的外科医生之一，这些不是靠赌气争来的。宋宝德现在排挤我，我觉得倒是给了我一个机会，甚至是一个展示我自己的舞台。这安和医院所有质疑我的人能够清楚地看到我非常能胜任这个职务，而且我可以做得更好。宋宝德要的是输赢，而我要的是尊重。获得尊重的唯一途径就是完成手术，这是外科的生存法则。原来是这样。对不起，是我之前的想法狭隘了。你的确挺狭隘的。其实宋宝德排挤我，给我安排了这么多的手术倒是一件好事，这样做可以加速磨合我的团队。现在我完全知道我手下的医生他们的优缺点，要不是因为最近手术太忙了，我真的应该抽出时间请他吃顿饭谢谢他。那再给我检查一下。这是怎么弄的？昨天一个人喝多了，不碍事儿，就是不好看。唐主任，这外科医生我见多了，可是像你这样的，你真的什么都不怕吗？我不是不怕，我只是不希望，因为我害怕，就堵住了我想去的路。这样的话，我就没有办法进步了，只能原地踏步。聂主任，可以开单子了吗？我还赶时间。我这就给你看。今天我值二线班，如果你非不让我做手术的话，你可以让吕潇来做，他是住院医，经验可没我丰富。这台手术你要想上可以上，但是今后希望你不要再出现在我的手术室。可以了。这台手术能不能成功，不在于肿瘤切除，而是在于病人术后能不能清醒。所以麻醉，帮我把病人血压维持在正常值。放心吧，交给我。切除完毕。你一定要注意，然后把这个继续交给他。放心，快走了。哎，百丽。主任，他给你这是什么？叶主任让我交给宋主任的。上次宋主任找他咨询病人术后疼痛管理的问题。这个病人在外地，里面都是他自己记录的用药量什么的情况。哦，是这个。啊。哦，没什么，那你走吧。行，哎，主任再见。啊。老于，医生说我们都脱离危险了。又回来了。
看什么呢？我在想，为什么两个人能在一段婚姻里坚持40年还这么恩爱，太不可思议了。两个人呢，在一起生活了40年，并且还能在一场车祸里幸存，这简直就是奇迹了。啊，这个奇迹是我创造。对对对，都是你。啊，对了，叶宁，嗯，之前我想跟你道个歉，我以为你跟宋宝德你们之间，嗯，啊，还有，在神经外科你为什么要跟踪我？这个嘛，嗯，这个我不好讲啊。刘峰让你去的吧？你知道是刘峰让我跟着你的。嗯，当时邱正强要给刘峰打电话。别着急，你看刘副院长现在开会呢。你说他在开会，后来我才觉得，嗯，一定是他让你跟踪我，不然你怎么知道刘峰的行踪啊？这可不是我说的啊，是你自己分析出来的。刘峰啊，他没有恶意，他就是关心你。我知道，他是为我好，人也很好，只是有的时候做事儿，嗯。可能他觉得我这个人是需要被拯救吧，但是事实是根本不需要。行行行，那以后啊，我呢就不多管闲事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嗯，我是想说，我需要一个朋友。我现在这个时期呢，又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，所以很需要一个朋友。你听过一句谚语吗？这个谚语说，一个外科医生如果只能交一个朋友的话，就必须交跟他同一个手术室的麻醉医生。所以叶一鸣，你愿意成为我在安和医院的第一个朋友吗？你这是什么谚语啊？是你自己瞎编的吧？那行，我想想啊，这是愿意还是不愿意？还用想吗？那勉强就算了。我愿意，我愿意和你做朋友。接个电话。喂。好的，知道了。急诊是吗？啊，行，马上过来。我这就过去陪啊。急诊夹层，嗯，新一轮又开始了。你手还行吗？好多了，我相信宋宝德坚持不了多久了。一会儿手术时间。嗯，手术时间。王医生，我这有纸。嗯，没事没事。有什么事你给我打电话吧。嗯，好，谢谢啊。唐主任，叶一鸣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就住这个小区啊。你住这儿啊？啊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哦，我来找房子。我这不是决定要回国工作了吗？也不能一直住酒店，所以就想租个房子，租离医院近一点的地方。我跟你说啊，那这个小区的房子房源可是非常紧俏，如果有合适的赶快定下来。要不是因为认识你，还以为你是中介的托呢。我不是担心你租不到好房子吗？好了，那我走了，明天见。要是租到了，以后我们就是邻居了。希望能成为邻居吧。江百烈，哎，叶主任，您来做术前访视的吧？啊，唐主任说明天要手术。啊，哎，他在哪儿呢？
他早上被病人打了。被打了？被谁打了？就是那个钟小新，但只是一个意外啊。他是有自闭症，您这要是进去，我怕他见着你又闹。他嗓门可大了，早上就被人投诉了。拿着。叶主任，您这是？你听说过白大褂高血压吗？哦，听说过。有的人看见白大褂血压就高，但他不是真的高血压，是紧张。那也得试试啊。术前访视不做，那明天怎么给他打麻醉？进来了。叶主任，你小心点啊！哎，别摘，别摘，小心。哎，我来吧，你先出去一下。您是？我是麻醉科的，来做术前访视。哦。怕吓着孩子，就没戴白大褂。哦。来，我来。这个啊，其实一点也不可怕，戴起来以后特别的舒服。你看啊，特别的舒服，你要不要试试？我们试一下，如果有什么不舒服的呢，我们到时候就不戴它了。好不好？试试。来，没事，小心。深呼吸。怎么样？叶主任，您要是早上来了的话，彭主任肯定就不会被打了。哎，你来了，主任，术前访视做了吗？主任，您这有点加勒比海盗的那意思。赶紧干你正事去啊！叶主任，再见啊！你眼睛怎么样了？没事，就划伤了。哎，明天钟小新可以手术吗？应该可以，不过他比同龄的孩子要瘦小，麻醉药要酌情减量。我听江百烈说了早上的事儿了。要不然先别着急做手术了，让儿科专家会诊看看。自闭症短期内是没有办法改善的，你就是会诊也是浪费时间，而且福利院的资金是有限的，尽快手术比较好。好吧。嗯。你眼睛真没事吧？没事儿，我走了，还有个手术。哎。嗯。那房子租到了吗？租下来了，中介说明天给房东打电话签合约。行，那你忙吧啊。啊。肖，嗯，睡药针的剂量打了多少？怎么感觉病人要醒了？不可能啊，我打的是正常剂量。马上开始麻醉吧，病人要醒了。好。主任，小星，你别怕。出站，出站器，出站器，120焦耳充电，120焦耳充电，你手，充电。我之前查了一下，不是卡班。是啊，现在看倒是没什么问题，怎么会试颤呢？我也想不明白。其实，病人现在的身体状况，做手术没什么问题。你叫停手术的话，我们倒是没什么。但是主任那儿，是谁叫停的手术啊？是我叫停的手术。你跟我出来一下。为什么要停手术？病人心脏室颤，找不到具体原因，我认为不再适合继续做手术。就是因为找不到原因，所以才应该尽快手术。心脏有 B 超拍不到的地方，你正好可以通过开胸知道问题出在哪儿。那如果是其他原因呢？叶一鸣，
麻醉医生是有权利停手术的，但是不等于滥用职权。你要清楚问题出在哪。你才是滥用。如果是因为血压低，或者是凝血功能太差，是可以停的。你现在所有的事情都是你臆想出来的。钟小星的心脏使颤之前，满眼都是恐惧。是什么能让一个孩子害怕到心脏使颤呢？因为他有严重自闭症，我只负责他的心脏，帮他做好手术，我的工作就完成了。可我要保护他的生命，只有他安全下手术台，我的工作才结束。外科治病，麻醉保命。唐主任，以我当医生的直觉，我觉得这个病人有问题，请你相信我。就算你真的要叫停手，那其他人呢？他们会同意吗？我去问他。我要叫停这台手术，你们谁有异议？唐主任。好，手术就推到下午3点。但是你必须给出我，除了止血以外，医学相关的理由证明不能手术，不然我就要换其他的麻醉医生。这不是时间不够吗？才找你这老同学帮忙的。啊，对，第一次换班的所有资料你那儿有吗？有是吧？那行，你就用手机直接发给我就行。术中因病人左手弹动，疑似肌肉痉挛，增加肌松药用量。左手弹动，增加肌松药用量。喂，叶一鸣。哎，我找到原因了。我们也找到了，术中知晓。对，就是术中知晓。手术麻醉由3种药物组成：镇静、镇痛、肌松。钟小星可能先天对镇静、镇痛药不太敏感，上次手术的时候啊，他的运动神经已经被麻痹了，可是意识却是清醒的。他能感受到医生的每一次切割和缝合，所以他想抬起左手示警医生，却被误以为是肌肉痉挛，加大了肌松药的用量，让他移动都不能动。今天也是一样，明明在房间已经打过镇静了，可是他却提前醒了。术中知晓对正常人来说都像噩梦一样，我真的无法想象对一个自闭症的孩子是多么大的打击。你的意思是说他在手术中受到惊吓，所以才导致他心脏骤停的。对。主任，钟小星不见了，全科找了都没找到。叶一鸣。我听见了，我这就过去。在哪儿？走。就先别管他了。周达去保卫部调看监控录像了，说钟小星是从6号小门出的病区，进了旁边的楼梯间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有情况马上通知我。6号门的楼梯间。啊，这边。我真的非常后怕，我差点给他用了低于正常剂量的麻醉。你已经很不错了，不是所有的麻醉医生都能像你这样这么负责，手术中间可以叫停。这件事情是我的疏忽。这是我的工作，我应该做的。可是这件事情真的让我很恼火。是吗？他们对我的态度。对，就是因为他们对你的态度。秦大中那么令人讨厌的秦大中，还有龙向东和江百烈，对你也太好了吧？所以我很恼火。这就没办法了，谁让我在安和待的时间长了？多长？10年？35年。你该不会在这生的吧？你答对了。我妈呀是眼科大夫，生我那天啊，她正出诊呢，出到一半啊，就被送到妇产科去了。我爸呀是普外的，我姐啊是妇产科的。原来你们是外科世家呀！我爸我妈都退休了。我姐呢下乡送医，得8年以后才能回来。可是以你父母的年纪，我们外科应该不会退休这么早吧？他们也不想退休啊，可是我爸得了帕金森，没有办法，必须得退休。他不愿意退休，我就求刘峰让他表明院领导的态度，他表明了之后才肯退休，算是被迫退休吧。我要善意的提醒你啊，刘峰的人情可不好欠的。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神外那一次不会是刘峰让你帮过忙吧？嗯。
对了，我想起一个地方，钟小星很可能在那儿。钟小星，钟小星，我知道你为什么害怕了。手术的时候，你一直是醒的。来，跟我们回去吧，不手术了。嗯，也不会疼了。钟小星，你别动，你别动。来，把手给我，把手给我。我听你的。同志们，钟小星那边已经安顿好了，儿科回电话说他们会尽快安排会诊。知道了。那我们就接着说，这次手术两大难点，第一个当然就是二次换瓣，第二个是如何防止术中知晓。这是麻醉科的重要的任务。叶主任，说一下你的麻醉方案。首先呢，由于患者对麻醉药物先天的不敏感，所以要加大镇静镇痛药的剂量，增加 beats， 检测脑电波，一旦出现术中知晓，波动会产生变化，通过监测脑电波将麻醉状态维持在安全数值内。谢谢。不客气。小星，手术做完了，有没有哪儿疼，哪儿不舒服？钟小星出院手续办好了吗？好，现在应该正在收拾。嗯，钟小星出院了。对啊。哎，我的房子没租到。为什么呀？那天为了找钟小星，我没有接中介电话，结果刚好有人要租房子，房子就出去了。所以我告诉你啊，你欠我一套房源。怎么是我欠的？要欠也是中介欠的。那如果你要早点把情况说清楚，我们就不用这么劳师动众了吧？我也不会错过签合约的时间，由此推算就是你欠我一个房源。行，我欠你的。不过谢谢你在手术中能坚决的叫停手术，如果不这样的话，这孩子再经历一次术中知晓，钟小星这一生估计就毁了。这手术室啊，就是一个不允许犯错的地方。犯一个错误，就送掉一条人命。嗯。谢谢唐主任，谢谢叶主任。回到老家，在地方医院要定期复查，别忘了。哎，那我们先走了。嗯，谢谢。没事。这钟小星好像不认识我。流水的病人，铁打的医生，这不是也挺好的吗？是，不认识也挺好的。怎么了？
叶一鸣。第一次出门诊，感觉怎么样？哎，就那么回事吧，没有收到一个开刀的病人，要么是来复查的，要么是来开药的，还有几个在网上查出来自己已经确诊是绝症的。这医生啊，最怕病人自己在网上查自己的病症。互联网时代，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个医生。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怎么没在手术室啊？啊，有一个会诊，正好路过。唐佳瑜。跟你说件事儿。那你们说，我就先走了。没事，就两句。这个心脏外科峰会给医院发通知，邀请你做主动脉分论坛的主讲人，你准备一下发言稿。这个会议流程呢，我让助理发你邮箱。真的？这学术界终于肯抬出一个手指缝让我进去了。什么手指缝？这么重要的论坛，你要抓紧机会。你代表的是安和医院。刘峰怎么了？我老婆找你干嘛？找我干嘛？给了我这张照片。不知道啊，可能是因为最近太忙了吧。你知道心脏外科峰会论坛的主讲人意味着什么吗？当然知道了，这是国内啊最高规格的外科论坛之一，给了你一张 VIP 入场券，就是说明国内的同行都开始接纳你了。你可以跟他们分享你的最新经验，也可以在里面学习他们的最新经验。回答错误，这是给了我个机会跟整个行业里宣布，境外又来了一个行业里的大牛。你这句话让我想起了心外流传的一句名言，一位优秀的心脏外科大夫是这样的一种，如果你问他世界上三位顶级的外科大夫都有谁，他们竟然回答不出其他两位。我听出来了，你在夸我啊，你夸我自大。我说的这是心脏外科大夫的普遍特质啊。哎呀，随便你说什么吧，反正对我来说是个很好的机会，我要好好准备。哎，周达电话。喂，周达。好，知道了。周达收了个病人，我要马上去一下。那 L 就刘峰嘛，那还用说， T 就是唐佳瑜啊，前女友算半个女朋友。我早就说嘛，搞空降兵肯定有猫腻，这干柴烈火的。哎，叶主任，按照您说的，我挨个看了监控，这是视频里那两个人那天晚上在医院其他地方被拍到的时间点，我都给您写下来了。每个医生的门槛都是独立的，你能不能帮我查一下7点钟在普外还有9点钟在 ICU 刷过门卡的人都有谁。嗯。是他们。唐主任。哎，叶一鸣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找你有点事儿。怎么今天都找我有事儿啊？刚才刘峰差点被那个视频气死，你找我什么事儿？你不生气？我有什么好生气的？你到底有什么事？那我没事了，你忙吧，我走了。你到底有事没事啊？没事。龙向东，一会儿取右侧颅内动脉。好。血压正常，可以继续手术。电灯，精心镊子。
大的撑开气。麻醉，帮我调一下这个灯光。好。再往下，往下，往右一点。好，可以。病人情况怎么样？还不错。好，测一下流量。嗯，流量正常，心跳不好，心脏失颤，失颤，快，除颤板。给电，20焦耳一次。还是不太好。嗯，给电，20焦耳一次。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手术很顺利，你不要讲话。 ICU 本来不允许外人进，但是有个人想见你，我让他进来。你要跟我保证，见到人的时候不要太激动。方宁恢复的不错。嗯，人没有爱情不会死，不仅不会死，也许还能长寿呢。我说你怎么这么愤世嫉俗啊？对，喂，刘峰，什么？我知道了，挂了。怎么了？主讲人邀请峰会取消了。怎么会呢？该不会是因为那视频吧？没有明说，只是说在峰会期间不希望网上有除了医学之外其他的评论。这算什么话呀？你不会到现在还不生气吧？我生气，我很生气。我准备了那么久，论文都写好了，就因为莫须有的事情，全白准备了，什么都没有。叶一鸣，嗯，我想你帮我一个忙。什么忙？为什么有的病人叫廖小波，宋主任？重病组在唐主任的带领下取得了初步的成绩，但由于肩负着临床任务和科研任务的重任，人手紧张。院长意思呢，就是暂时接调廖小波到重病组。我不去啊。不是，那我还有很多病人呢，刘院。刘院长，廖小波是我这个组的，你把他调走了，我这忙不过来怎么办？有问题，向院长反映去。散会。刘峰，这廖小波是我的能力干，你要左膀右臂，你把他调走了，这不拆我台吗？你得跟院长好好说说啊。调廖小波，
就是我和院长建议的。啊？你记住，以后医院的事情就让它烂在医院里头，别到外头瞎传。还有，廖小波替你出门诊的事，这反正都是出诊接病人，接谁有什么区别？那别的医疗组不都这么干吗？这不能成为理由。为挂号病人看病，那是医生的天职。对你的惩戒措施，医务处会通知你。正好，廖小波调过去了，你呀，可以亲自出门诊了。好自为之。啊，我刚才在手术，没有接到电话。哦，这样啊，那你再帮我找一找更合适的房源好吗？谢谢啊，谢谢。唐主任。哎。刚下手术。哦，你也是吗？吃饭了吗？还没有，食堂应该没有饭了。我有办法。崔正强爱吃红烧排骨饭，他神外的人啊，为了巴结他，常年点这个。哎，那我们把他饭吃了，他不会生气吧？你以为他没偷过我的盒饭？每次我饿得半死的时候，就看他给我留了张纸条，说谢谢你的饭，但是不好吃，下次请点排骨饭。天哪，太香了。哎，对了，我刚才听你打电话，是不是房子没找到啊？所以心情不好。啊，医院附近房子不好找，而且我进了手术室接不了电话，就算有合适的房源，还没等我看呢，人家租出去了。其实也不完全为了这个。那是为了什么？原发人工心脏，比我想象的难多了。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合适的工程师，还没谈下来。这个项目就像是一个烫嘴的红糖饼，看上去是挺诱人的，可是你都不知道从哪儿下第一口。那工程师说的没错，这真的不是我擅长的领域。你先别管擅不擅长，是不是你想做的事儿？是啊，我非常想做。那你为什么想做呢？在国外，患者需要人工心脏，只需要给器械商打一个电话，一个小时之内，人工心脏就会送到医院。我一直都以为这是理所应当的，没有什么了不起的。可是直到上一次，王雪纯没有等到供体，我才知道，对于国内的患者来讲，这一个小时的便利，他们没有。以前我一直希望自己能做一个称职的，被称为神之手的。对，被称为神之手的医生。但是我更希望能够研发人工心脏，我希望能救更多的人，让他们能活下去。虽然不知道能不能成功，也许会研发失败，而且还没有合适的工程师。先只看眼前的吧。是吗？就是别想着整体，先关注眼前的，一步一步的做，等有一天你一抬头，就会发现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。我记得赫尔夫说过一句话，心脏既然能长出来，也一定能被造出来。已经造出来了，国外已经有了，只是我们还没有。我们会有的，你要有这个信心。嗯。吃饭吧。哇，这个排骨。好吃吗？叶医生，才回来呀？啊，我一直听着你家门响呢。你爸，你找我有事儿？哎，是这样啊，我和我老伴呢要去上海照顾女儿，她刚生了孩子，我们想呢等着小孙子上到幼儿园再回来。可是这阳台这花啊，你看能不能搬到你那儿去？哎，不麻烦，浇水就行。没问题。哎，那我去搬啊。哎，等等，李伯。怎么了？你要是去上海的话，那你这房子租吗？哎，主任，病人醒了。嗯。陈医生，今天已经是手术的第三天了。中间你的情况不是很好，好在现在已经度过了。你的情况已经慢慢好转，
过不了两天就可以转出 ICU。 我不知道今后你能不能登山，但我想告诉你的是，你挺过了这一场手术，比你任何一次登顶都有意义。刘峰，什么事儿啊？我一会儿还有手术呢。要你帮唐佳瑜是我提出来的，所以我有义务提醒你一下，别走太近。误会了，我和唐主任只是朋友。那他怎么知道老叶主任的事儿？就是有一次聊天聊到这儿就说起来了。就我跟你认识多少年了，虽然说我们的关系看着不错，但那也是因为三年前老叶主任的事儿，我们才真的亲近起来。他来了才不到半个月，你就全盘托出了，那证明你对他放下了戒备，放下戒备就是爱情第一步。那我要是喜欢他，你不会生气吧？我生气就不跟你说这些了，我是担心你。你是个轻易不动感情的人，你动了感情，我怕你受伤害。你真的误会了，我和唐主任真的只是朋友。反正就一点，这个世界上对唐佳瑜来说，手术是最重要的，其他的都可以割舍。我跟你说，他是我见过最没心没肺的家伙，你一定不要爱上他，千万要做到。好，我要是做不到啊，我这叶子我就倒着写。哟，麻醉礼拜科来的还晚啊。哎，临时有点事儿。哎，对了，你还欠我一个星期手术盒饭呢、啊。欠的肯定会还的，今天这个病人不太好插管，体重有点过重。我之前睡前访视看过了，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嗯，哎，你找到房源了吗？没有。那我给你一个吧。真的？真的，我隔壁，他的房子还没挂中介呢，回头把电话发给你。哎，太好了，那你赶紧发给我，我下了手术打个电话给他。嗯。哎，这次真的做邻居了。算是吧。我插管去了。嗯。您好，这个鲈鱼给我来一条吧。哎，等一下。韩主任。哎，叶主任。你可算搬进来了。我今天刚好没有手术，然后就把家里收拾一下。啊，对了，叶主任。谢谢你帮我找这个房子，我应该今天请你吃饭。我们给你买个菜吧。你还买鱼了？你家真干净啊。还行吧，我平时呢喜欢打扫卫生，放松一下嘛。哎，对了，你快进来坐吧，菜马上就好了。叶宁，我发现你这个人怎么没有缺点啊？谁说的？那是你没看出来。哎，你尝尝那鱼，看合不合你口味。那我尝了啊。哎，来。嗯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太好吃了。哎，我听刘峰说你是一西北人，怎么那么爱吃鱼呢？我是因为小的时候听大人说，吃鱼可以让人变得聪明。我想，做心脏外科医生一定聪明才行，所以一有机会就吃鱼。你小的时候是多大？八岁。八岁，八岁你就想当外科医生了？你该不会也是外科世家吧？不是。不对，干嘛？喂，张百亮。好好。我马上回来。好，今天一个病人出事了，我得马上回医院。那不差，
要不然这个人，晚上再晚一点，或者是明天，带到医院。谢谢你的鱼啊，谢谢啊。你不是跟我说你这出了点状况吗？我就顺道过来看看，怎么样，解决了吗？啊，术后并发症，整个腿都黑了，必须截肢。可是病人才17岁，家属怎么都不同意。这么年轻、啊？家属心情我能理解，但是你说不截肢的后果我们都知道，对吧？等到毒素到达一个不可控制的程度，那最后的结局就是……对。虽然我知道术后的并发症真的是没有办法控制，也不是我的责任，但是想想我还是……但你还是很内疚。对，很内疚。你知道吗，在国外如果出现这样的医疗纠纷，律师会告诉医生说不要表现出有愧疚感，还有千万不能说对不起，因为你说的任何一句都有可能将来在法庭上来指证你有罪。可是真的，如果像欧阳振宇说的那样让保安进病区，那我们成什么了？就像有的人说，其实外科医生跟屠夫只有一线之差。天哪，什么都没有。嗯，饿死我了。你干嘛呢？我刚好在这找点东西。找什么东西？这什么都没有啊。嗯，那个刚才我在我们家啊，闻到一股香味儿。你是不是做饭了？啊。哦，那你不会跟上次一样吧？又做多了，别浪费了。你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我跟你讲，昨天下午来了个急诊，在小楼台上血一直止不住，一直折腾到了今天中午。最好的是陈大中，一直在外边叨叨说那个江百烈。为什么呀？你说他逗不逗？他说江百烈中午叫餐叫了个毛血旺，所以今天血旺。他在手术室说这种话，我们手术室所有人当时都饿了。你说这人气不气人？不过这倒是老秦的风格。哎，你快吃啊！你怎么不吃啊？这么好。我刚做完饭，你先吃，一会儿我再吃。你吃啊，嗯，吃肉。进来，就剩这两盆，还有这些你都拿走。这么多？对啊，放我这儿，我养不活。不是，话说你这屋怎么一点家具都没有啊？你要住这儿，还不如住值班室呢。如果买了家具，就意味着新的生活真的开始了。新的生活什么意思啊？嗯，那不如你先试着买一件呢。比如说先买一个桌子，如果觉得合适的话，就循序渐进的再买其他的。新的生活肯定是要开始了，这么凑合下去肯定不是办法。好像听起来也不错，可以试试。我来吧，谢谢。哎，对了，昨天送家具的来你家好几趟，你都不在，晚上手术？没有手术，昨天去王海明那儿，就是那个研发人工心脏的工程师，我去催了一下进度。怎么样？啊，王工。唐主任，你怎么来了？样机缩小的方案有了吗？我还没有开始想呢。还没有开始想啊？啊，
我做一件事情之前必须要仔细的查资料，然后要充实这里，然后才可以开始工作。你能不能加快点速度啊？不然的话，病人什么时候能够使用上人工心脏？病人什么时候能用上人工心脏，不是我考虑的范围。我要做的就是研发一台完美的血泵，然后急不得的啊。那你能告诉我，你心里的完美血泵是什么？严谨、高效，而且超前。那你完了？我完了是什么意思？新伴侣三代就是磁悬浮，已经在美国上市了，现在他们已经要拓展欧洲的市场了。等你充实完这里，再慢慢研发。等你的人工心脏上市的时候，全世界对这种技术已经没有新鲜感了，那你的超前是不是就失败了？我送你八个字，时不我待，迫在眉睫。整体来说还挺顺利的吧，希望早一点进入动物实验。那就行。病人吗？好了。潘主任，叶主任，你有手术在五间对吧？对，一会儿两台夹槽。哦，对了，你认识我们科的邱主任吗？你认识啊？怎么了？我有个病人要做小切口手术，我知道他是这方面的专家，所以刚才我去咨询了。但是他支支吾吾什么都没说。这很正常。这宋主任和邱主任很熟，但是我觉得邱主任人挺好的，关于病人的事儿，他应该不会那么吝啬。放心吧，这事交给我。不麻烦你了，谢谢。小张，你怎么了？宋主任的台，病人不知道哪里心脏大出血了，我现在得赶紧去取血。你去五间跟他们说一声，我晚一点到。潘主任，你好。主任，吃饭了？啊，嗯。哎，我等你呢，知道你会来。中午我刚才在冰箱里看见切着你们的盒饭了。嗯。这个呢？什么？你看看，看看。小切口。这是邱主任的武功秘籍，邱主任可是我们安和的灵魂画手，每一台手术他都画。这一侧呢是专门关于小切口的，各种情况都有，你看看吧。你太厉害了，这都被你搞到了，谢谢你啊。哎，你不是借我了吗？先吃饭，然后再看。边吃边看。筷子呢？哦，我拿了，谢谢。谢谢啊。唐主任，叶主任，我想，我的确应该买一整套家具。如果你有时间的话，能不能陪我去挑选一下？好啊，哪天啊？那就等我们两个哪天都没有手术的时候。周五行不行？周五好像不行。周六呢？周六我好像不行。周日吧，要不然。那就下周一。主任，麻醉完毕，准备手术，手术刀。
喂，我刚下手术。行，那家具店见。今天手术这么快，竟然比我早下台。最近啊，秦大中这个医助表现特别靠谱，所以手术结束的早。我也发现了，这两天他特别配合，是不是他有什么把柄到你手里了？不是啦，他肯定是被我高超的手术技术所征服的。真够自恋的。今天我准备把所有的价值都还给你。好啊，走啊。先过去，我接个电话。嗯。北里啊。大主任，我出差回来啦。好想你呀、啊！我去找你吃饭吧。哎，丽英，来来来。哦，你忙啊。嗯。那好吧，等你不忙的时候，我再给你打电话。好，拜拜。啊，唐主任，你回来了。哎，又起来这么累啊？啊。今天怎么在医院没看见你啊？哦，我今天排的都是神脉的手术。啊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啊，好。怎么不管用了呢？易主任，唐主任啊，怎么了？你做饭了吧？啊，做了点便饭。你做的饭太好吃了，我吃了两次你做的饭。我现在吃食堂饭都不是了，嗯，要不然以后我雇你当厨子吧，我挺有钱的。可以啊，我正好挣点外快。你怎么不是啊？啊，我不饿，我这不是心想让你吃饱了以后不生气吗？免得让我也去做那个时间机。刘凤派来的吧？不是，其实我也是好奇。嗯，你为什么不肯给薛老做你大桥手术啊？嗯，薛老这人我见过，人挺好的，无论是做导师还是做医生，他都是很值得让人尊重的。就这样的一个人，不值得吗？他是别人的榜样，但不是我的。如果没有他，我不会到国外受了那么多罪。你认识薛老？我当然认识他了。我估计他应该不记得我了吧？如果他还记得我的话。就根本不会这么厚着脸皮让我给他手术了。哎，你说说到底怎么回事？我还做实习医的时候，薛正伦在附属医院做了一场公开的手术。开放生主动脉。我后来呢，就给他写了8页纸的长信，我说，我希望我以后能成为像他这样的心脏外科医生，然后希望在他的门下学习研究生。哎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那后来他回你信了吗？
回了八个字，勿烧女生，请勿尝试。原来是这样。哎呦，他怎么那么记仇啊，都20年前的事儿了。行吧，那我去跟薛老解释一下。一鸣，谢了。那看来啊，得必须排除是否转移，然后才能考虑手术。嗯，要检查是否转移，必须要先做放射性核素全身扫描。哎呀，那就是考核医学了，那就麻烦了。那不像 CT 啊，核药医学的人没法撵走啊，那就瞒不住了。昨天你劝我给你手术的时候还那么坚定，今天遇到这点挫折就打退堂鼓了。没有办法。我会想办法的，不用担心。CT 室的事儿不要跟任何人说。明白。嗯。唐主任。你是哪位？唐主任是吧？您比医院网站上的照片漂亮。啊，我是医疗事业周刊的记者黎英，我们之前打过电话预约过采访的。主任，我啊，把病人送走吧。嗯，我们什么时候约过采访？哎，那位病人怎么好像仁爱医院的事？李记者，你说的采访我不太感兴趣，所以很抱歉。哎，唐主任，采访您主要是因为人工心脏研发，现在国内各大心脏中心不都开始研发人工心脏了吗？那听说您也加入研发大军了，我们的采访不是正好给你们造势吗？我对造势不感兴趣，研发就是研发，不好意思。哎，唐主任，进。主任，我问了，核医疗那边只有李主任在。李主任是哪个？就是那个，哎，说了你也不记得。但是啊，我知道我叶师兄跟李主任很熟，要不……这件事情跟其他事情不一样，别把他牵扯进来。行。实在不行，那就只能直接送去治疗，在隐瞒病情和治疗之间得选后者。那我再想想办法。嗯。你回来了啊？出差顺利吗？哎呀，你一见我就说出差，这出差有什么好说的呀？我给你发那么多信息，你就知道回三个字在手术。你这么冷淡，我什么时候才能追到你呀？英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我拿你当妹妹看的。小的时候，你爸还经常带你上我们家来玩呢。那小的时候是妹妹，长大了就不能是女朋友吗？两小不猜。英，可以了啊，说吧，来医院干嘛？我能干嘛？当然是采访了。叶主任，你能不能赏个脸，跟小妹妹一起吃个中饭呢？哎，先别着急拒绝啊，我刚在别人那碰了钉子，正在沮丧呢。碰钉子？嗯。谁啊？就新外新来的那个主任，唐佳瑜。唐佳瑜。对了，李颖，你说你在唐主任那儿碰钉子了，是怎么回事？我今天去医院找他，是要做人工心脏相关的报道。那别的那些医院，他们都可欢迎这种宣传了，没想到到他这儿，他给我一口回绝，气死我！哎，他今天好像带着一个老头去 CT 室做检查，那个老头长得很像仁爱医院的薛老院长，真的很像。我还听见他们在说什么 CT 事儿的事儿不能外传，这一听就是有问题啊！我在医疗周刊待了这么久，我最知道医院这些小九九了。进。你怎么来了？你为什么忽然改变主意？
接徐老的手术，还不是拗不过刘峰吗？就是个搭桥。真的只是搭桥吗？那不然还能是什么？以你的性格，如果只是搭桥的话，你不会亲自带徐老去做 CT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还知道你和龙向东把 CT 室的人支开了，薛老绝对不是普通的冠心病，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解释。是心脏血管肉瘤，瘤子长得非常快，病情进展这么迅速，很有可能会转移。这台手术你不能做。为什么？你昨天还跟我说，薛正伦抛开他这个人不说，他是那么多人的榜样，这个手术应该做。为什么现在就变了？你不知道事情的轻重，像薛老这样的老前辈，万一……还有仁外医院，朱伟宁和顾英雄，都是国内心外最有分量的大咖，他们都是薛老的学生。如果真的出点什么事儿，他们两个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一鸣，你这样是不是太虚伪了？我虚伪？昨天你知道是搭桥，还劝我这个手术要接，今天知道是恶性肿瘤又不让我接了。我问你，今天不管他是薛正伦、张三还是李四，他在我这儿只是我的病人而已。我同样想问你，昨天你们俩是不是有旧怨？从昨天晚上到今天，怨恨就没了？你这么想做这场手术，难道不是因为心脏血管肉瘤是一种罕见病，手术难度极高，你想挑战它不是吗？不管怎么样，受益的是不是他？要是失败了呢？要先确定肿瘤是否转移，才有手术的可能性。你能骗过 CT 室，但核医学科就不行了。我猜的对吗？跟我走吧。你现在不觉得冒险了？很冒险啊。那你还把自己小心呢？因为你不会保护你自己，得有人帮你。一鸣，做完了，等结果吧。病人的身份和病情，希望你放心吧，我懂。希望不要转移。谢谢。谢谢。不客气。手术指征评估合格吗？合格了。我就知道可以，老头现在天天练心肺呢。刚才我给他做术前访视的时候，我就问薛老，我说你不觉得做心脏自体移植过于冒险了吗？他说是很冒险，但也是目前最好的方案。他来安和找你手术是为了求生，为了活下来。等我给他手术成功之后，让他看一看我到底有多厉害。那明天早上手术时间。手术时间。情况怎么样？哎，主任，挺好，挺好的。那我们准备去了。去吧。薛老说他要跟你说两句才开始做麻醉。你还要叮嘱什么呀？是让我注意什么术前的步骤吗？哎，没有，手术交给你，我放心。我呀，就是想告诉你，当初我没收你这个学生，挺遗憾的，向你道个歉。
这事儿都过去这么久了，就没有必要再提了，已经过去了啊。说还是要说的。当初没收你啊，不是因为歧视女生，等以后有机会了，我再跟你讲。反正都过去了。哎呀，我的那个时代早就过去了。顾英雄、朱伟宁他们那个时代也快过去了。而你这个时代刚刚开始。在你们这一代的医生当中，你是可以留下名字的那个。到时候平庸的医生会记得你，优秀的医生会尊敬你，病人会指望你，可以说前途无量啊。但是一定要注意啊，千万不要浪费时间，不要过早的打开心里那块墓地。等到像我这个岁数拿不动手术刀了，退了休了，再慢慢的把它打开。好了，该做麻醉了。可以麻醉了。好。薛老不紧张，马上就好了。哎呀，这手术室我太熟悉了，就像我的家一样。我喜欢这儿的味道。开始了。消毒铺单吧，我去刷手了。什么？术士是心脏自体移植？唐佳瑜，薛老不是做搭桥手术，是心脏自体移植，他的诊断是疑似心脏血管肉瘤，你知道吗？是，我知道。这么大事情为什么要瞒着我？叶一鸣，你也瞒着我？你们俩胆子太大了！马上停止手术，把薛老送回仁外救治。现在胸已经开了，怎么停呢？你们太莽撞了，刘副院长，我们现在正在手术，你在这儿影响我们手术，你可以出去吗？胸已经开了，事情已经进展了这一步，只能成功不能失败。手术后你们俩到我办公室。继续手术，给肝送上体外循环，面刀。镊子，剪刀，心脏切除完毕，冰盆准备。王主任，别紧张。我能不紧张吗？这是薛正伦的心脏。送去活检。换手套器械。
心脏归位。喂，唐主任，活检确认是心脏血管肉瘤。没问题，完成大血管缝合。开放生主动脉。心脏复跳，可以关循环了。麻醉，给余静蛋白中和肝素。我再查一遍出血点，就可以准备关胸了。我来关胸吗？我来吧，这次我来缝，尽量缝得漂亮一点。血压骤降，肺动脉压增高，可能是余静蛋白过敏。我现在就给肾上腺素一毫克。上肝素吧。好，快冲去体外循环。氧气。再拿一支肝素。血压非常不稳。主任，别叫了。秦老师，现在怎么办？国内最权威的心脏外科手术创始人之一死在咱们台子上。唐佳瑜呢？你以为就你来我不发飙？薛老那边怎么样？为什么不说话？手术主体部分很顺利，关闭体外循环机后，心脏成功复跳，随后出现血压骤减、心跳减慢、心脏骤停，推测是余静蛋白过敏导致的。我们都在积极抢救，能做的我们都做了，最后抢救无效死亡。这么多年想的最多的却是那些在我手里失去的生命。我就从来不会想这些，每次在我手中失去的病人，我会强迫自己把他们忘记，把自己的大脑格式化。作为心外科医生，不做到铁石心肠会被内疚感生吞火锅的，今后还怎么拿手术刀呢？每个医生心里都有一块墓地，迟早你要面对的。但是一定要注意啊，千万不要浪费时间，不要过早的打开心里那块墓地。等到像我这个岁数拿不动手术刀了，退了休了，
再慢慢的把它打开。唐主任，你还好吗？不太好。你怎么不吃啊？吃。嗯，我都饿死了。您的菜。谢谢。谢谢。慢用。你别担心，手术的事儿我已经跟刘峰说过了，他会跟人脉那边解释，万一……徐正伦死在我的手术台上，不管怎么说，这件事儿都会一直跟着我。反正他也不是我失去的第一个病人了，我知道该怎么处理。从现在开始，不要再提手术这两个字，我有一整套的处理流程。明天开始，一切都恢复正常。什么流程？第一步，把这件事在脑子里格式化；第二步，要吃饱，这样血会流进胃里，忙着消化，大脑就不会胡思乱想。毕竟第三步不适合空腹做。你看着过吗？我没想到你这么能喝，就你这种喝法，那确实不能空腹喝。哎，你真的只喝可乐吗？你看看，来酒吧的谁喝可乐？就你。习惯了，以前啊总怕急诊手术，所以。叶一鸣。嗯。你说违禁词了。违禁词？说了吗？手术啊。说两次。服务员，再来两杯，把他可乐给他换了，两杯 whisky。谢谢。谢谢。你知道吗？我做住院医的时候，第一次遇到今天这种情况，当时我们几个吓坏了，不知道该怎么面对。然后那个时候，我们的导师就跟我们几个说：“什么都别想，马上回家，好好喝一顿大酒，然后倒头就睡，睡个好觉。第二天一早来医院的时候，我不希望看到一点不好的情绪。”是，我觉得这样挺好的，让自己没心没肺。对。让自己没心没肺，然后才能导致不会随时崩溃。净没心没肺，净竭尽全力。喝高和正在喝高路上的朋友们，现在是我们赛因斯啤酒屋每晚的高光时刻，在座的每一位好友都可以到台上来唱首歌，当然如果你唱得太难听，下去以后要给每一位买一杯酒压惊。现在有谁愿意上来的？有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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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哇！这边有一位大美人，欢迎欢迎，请到台上来。我唱歌有点蚊子声，我能打个呼噜吗？大美人说了，她五音不全，不唱歌，要给大家带来一段架子鼓表演。
没事吧？没事。不是，你是什么时候学的打鼓？你跟我爸学的。行，你爸爸是鼓手吗？我当然不是，我爸中学老师。我爸以前喜欢过 Beyond， 然后就喜欢打鼓，他没事就教我，我打的还行吧。行行，那你爸现在在哪？死了。啊？笨死。没事吧？时间不早了。谢谢你送我回来，你也该回去了。啊哎，刘芳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过去。